接力特派解说员王月纯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万国庙。在我身后这里坐的就是万国庙。万国庙里面供奉的就是关帝圣君，所以万国庙里的配置是供奉关帝圣君的配置，是供奉关帝爷的坐骑赤兔马和武将，还有马邑的庙，又俗称马金关。后埔